好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博士为您所带来的2022年台湾企业足球甲级联赛的今年，就是华南银行来为各位冠名。那今天这场比赛呢，是非常受到瞩目的开幕大战。我们在高雄的国家体育场将来欣赏的是南霸天，也就是台湾电力啊，要来对上的是新军啊，刚升上甲级联赛的 AC 台北地主队啊，来加油打气啊！刚好两支地主队啊，主场的球衣都是绿色为主啊。那当然，今天这场比赛呢，就看看呢、南霸天台电啊，这个赛季啊，是不是能够有个开门红啊？哦，因为南霸天上个赛季又是一个安心亚的局面了。是，是好，我看他位置相当靠前。就是在所谓进攻三区位置，撞墙进来呀！还有什么球啊？Go！ 帮你喊啦、啊！竟然是回到台湾的第一个进球，而且就做出了是一个抱着这个孩子的动作啊！哇，是，就是非常理想啊！第一下没停好，结果反而是哇，对方的后防线自己在停球的时候再给他第二个机会，比较男孩的感觉。头槌又是温志豪。哇哇哇！做了一个跳起来后溜开的一个动作。哇，这个球！哇，今天台电这个第一个球开的都不错，进了！哇，真是气的只能够捶地哦。哇、哦，这个球在禁区里面，结果晃了一下，没有办法射门，太可惜了。哲源，哇、哦，这个球球进了，最后形成一个折射。哇、哦，这个球很可惜，对片田来讲啊，第一波守住了，然后第二波这一球啊，远距离射门，哦，不是没有人守啊。这个也可以说算是对 AC 台北的一个震撼教育。这个、第二个门柱位置有机会。这个球还有什么？就进了！哇哈哈 ！AC 台北史上第一颗进球就此发生了。那好的，那今天这场比赛的总工作呢，就到此告一个段落。我是郑秀荣哦，给我们的专业球评啊，李宏斌呢，一起来跟大家说一声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比赛再见，拜拜。